位同学，大家早。今天没有同学们的报告分享啊，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里面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多分的时间呢，提供自己做参考啊，如果有问题再提出来研究。我们看427页，427页，参考资料第814条，三迷相应。接着呢，是815条，如来三昧。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啊。啊，翻到之后开启师念一遍给大家听。三密相应，佛学大词典术语，众生身与意之三密，与法身佛之三密相应，融合而无隔离。父母所生之肉身，即为佛身也。如来三密，佛学大词典，三密条节录。如来三密者，身与意之三业，本来平等。身等于语，语等于意，皆变法界。未为法佛平等之三密，然则一切之形色为身密，一切之音声为语密，一切之理为意密也，而谓之为密者，非密隐于人之位，乃以此等之意为法佛自证之境，无凡人之分，故谓之密。又吾等于一切平等，虽本来具之，然以豁然隐秘之，故谓之密也。大乘经里面三密说的很多，这个密不是秘密，佛法里面没有秘密，这个密是深密，理义
生，所以非凡人之分，凡人没分啊。什么人证得呢？化身菩萨证得，这一份法身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这些人他们的定慧已经超越六道十法界啊。他们这些人呢，住在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自跟佛是一，不是二。我们今天住的是诸佛如来的凡身同居土啊，是住在十法界里面的人法界啊。从天以下就是六道轮回啊。阿罗汉能放下执着，辟支佛能放下执着的习气，他们超越了六道轮回啊。也就是六道轮回不是真的，好像做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不存在了，没有了啊。阿罗汉跟辟支佛了也如是，六道的梦醒了，他到声闻法界去了啊。那么六道的天人修罗魔鬼畜生地狱全都没有了，这梦醒了啊。这些是现象里面的啊，我们常讲啊，事实真相，真相相有相无，有缘相就有，没有缘相就没有了。什么是缘？见思烦恼是缘啊，见惑五种，身见、边界、见取、解取、邪见。思惑也有五种，贪、嗔、痴、慢、怀疑啊。这十种通通具足，就住在六道轮回。要出六道轮回，必须要断见思烦恼啊。刚才讲的这十种要真正放下，心里头确实没有啊，意识里头没有，莫那里头没有啊，阿赖耶里面有，那叫习气，这样才能证阿罗汉果，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啊。我们学佛第一个目标是要超越六道，第二个目标是要出离十法界啊。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个法界要超越，才是真正的正果啊。正什么果呢？如来三明。
也就是证如来之果，证佛果，成佛了。那么这个佛，天台大师称他做分正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即佛，不是真佛。为什么？他还是用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当家做主，这就不是真佛。为什么称他佛呢？他修得很如法，很像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很像真佛。是佛的好弟子。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他还是用妄心，没有能转摄成智。识就是妄心。如果他能够转八识成四智，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十法界的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所以它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在经上学到这些经文，要怎么样学习，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利益。这一点很重要。不是把它当作世间一种知识学问来看待，不是的。我们就要求的是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那就是学佛。没有真实的利益，那搞佛学，把佛法当作世间一种知识来研究，得不到受用，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一定要懂得看破放下，了解真相是看破。看破之后，最重要的要把见思烦恼放下。如果没有看破，是决定不可能放下的。看破的依据，这个放下的依据就是看破。我们是知识分子，有浓厚的知识分子的习气。这个不是，绝对不是一时。过去生生世世都喜欢广学多闻，没有落实放下。广学多闻变成知识，与了生死、出轮回没关系，所以生生世世继续不断都搞轮回这一生我们很幸运，在这个时代，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不多了，学习佛法知识的人很多，
啊，真正放下的人少了。放下的人有智慧，没有放下的人是知识。知识跟智慧不一样，智慧能帮助你了生死，脱离三界。啊，知识不行，知识你能言善道，甚至于著作等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见到不少人，在家出家写了不少书，有人写了四五十种啊，但是怎么样呢？见思烦恼没断的，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依旧很重啊！啊，这样的人的前途是在六道轮回。如果自利的这个执着很深，啊，还有名闻利养，他的前途不乐观了。能够起心动念为正法，为社教佛教，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样的人没断见思烦恼，来生能得人生啊，福报大的能生欲界天国报如是啊，天父想完必定都想读所以麻烦很大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啊，要了解。如果不了解，啊，不是真正了解，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也是白遇到的。啊，所以南阳来福寺海贤法师确确实实菩萨再来为我们做了榜样，为我们表法，生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心态学佛，什么样的方式弘法，表演的淋漓尽致啊，是我们应当学的。那怎样才能学得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身心世界统统放下。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是先决条件啊！妄念很多，杂念很多，财色名利七情五欲放不下，这是凡夫啊，道道地地的凡夫啊，
啊，一生学佛只是跟佛结个法缘，这一生不得受用。说得再好听都没用啊！啊，决定要放下。啊，要学佛，学佛的什么？学佛的身与意。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三密相应告诉我们，父母所生之身就是佛身，所以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众生的身与意三密，与化身之佛的三密相应。化身佛是我们的本体。谁见到他从来没离开过我们。海贤法师说道，他有一句话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那个根就是相应。啊，那么他的肉身就是法身，法身跟肉身是一不是二。啊，现象是肉身，不现象是法身。可是现跟不现同时存在，这才叫三密相应。啊，那我们知道啊，知道我们自己有真佛了，我们有法身。啊，那么学佛呢，就是应该回归到法身，就对了。我们看到很多佛像，画的佛像，啊，画的佛像，佛头上有个圆光，有个圆光，圆光上面有三个字，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用梵文写的，也有藏文写的，也有汉文写的。啊，三个字发音是一样的，嗡啊吽。啊，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什么？就是身与意。啊，嗡。身啊是口，哄是意。这个表法的意思就是法身肉身是一体，肉身就是法身，法身就是肉身，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用《华严经》的实宣就看到了，啊，那么这就是三密了，啊，本来平等，身就是语，语就是意，身与意是一而三，三而一。身里头有语有意，语里头有身有意，意里头有身有语，
所以佛教化众生叫表法，这就是表法的意思啊。表法是圆满的，不是局部的。天手贤手天台虽然说的四教五教不同，但是最后原教相同。贤首孝实忠顿圆，天台藏通别圆，圆是相同，圆是圆融啊，圆是纯真的，没有丝毫虚妄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真正圆融，那如果我们心里想的、口里说的、身体造作的，都不一样啊，都不相同，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想的是一套，说的又是一套，完全不相应啊。这是什么？这是烦恼，这是欺骗自己，欺骗众生啊。实际上欺骗众生是真正欺骗自己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啊，我们看这一段的文字解释。如来三昧者，身与意三业本来平等，身等于语等于意，皆变法界。幕后这一句重要，我们现在这个色身不能变法界，但是能现色身的法身是变法界，它是常寂光，它是光明普照。啊，我们这个色法给你是真的，这个不能变法界，有局限。实实在在讲，是因为我们有烦恼、习气、妄想、执着，它不能周边。如果能够把这些烦恼习气都放下了，这个身周不周边？周边。我知道，我说出来你也知道，这身相周边。今天科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全息现象啊，得用照片，全息的照片，照一个人底下，把这照片撕成两张，你去看每一张还是整个人底下，你把它分成一百张，哎，一百个完整底下，分成一千张，一千张是完整的相，周边呢？它怎么不变？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这一个身也变异法起，自己不知道，谁知道？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的人知道啊，那就是设法一切诸佛看我们在哪里，在眼前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知道，法身知道，法身没有相，这时候发生作用啊，发生起用啊，起用现象啊，现象周边啊，啊，一粒微尘里头有整个宇宙，变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一切相。啊，能大师说的，何其自心能生万法，万法的相也周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通通在现前。为什么？这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远近，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大乘佛法给我们讲真的，所以啊，界变法界为法佛平等的三昧，然真一切的形式生命一切的因身是愚昧，一切的道理这叫愚昧啊，这三样东西我们举例子来说，譬如我们房间三盏灯啊，身与意这三盏灯，灯都打开，光跟光都互融，光跟光都周边这个房间，我们把这个 房间当作虚空法界，它是充满的啊，人在任何一个角落，光就在当下，我们细心去体会，啊，这个里面，任何一个光的点，都居住三昧，啊，三昧分不开。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借此那须弥，大小宝，大是变法界虚空界，小是一粒微尘啊，今天我们知道了譬如《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无蕴是一粒微尘啊，色法最小的单位，大乘经里面叫它做极微色啊，微是微尘，极微没有比它更小的啊，现代科学称它为微中子
啊，或者称他为中微子，他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那么从这是最小的物质单位，从物质上看叫色方，这色里头包含着有想行识，啊，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心法，啊，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它具足这个东西叫五蕴。细心观察的五蕴皆空，为什么皆空？它是生灭法。从高频率振动，啊，意念振动现象里头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幻象。这个现象从哪来的？科学家还没有确定证明，佛经上有，从业相来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精神现象、受想行识是阿赖耶的转向，转变，阿赖耶的转向，阿赖耶能变，就是因为有。受想行识它能变，啊，能改变物质的现象，啊，转向从哪？从业相来的，业就是一念不绝，啊，一念不绝没有原因，所以叫无始无明。啊，因为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像一池池塘里面的水一样，水很清，看到底，没有风浪，平静的，是这个现象。啊，微微有风吹动，它就有小浪，这小浪呢？就是阿赖耶，啊，没有风吹动的时候，它又定下来了。定下来，就是法身。啊，起这个一念不绝的时候，它起浪，这个浪就是阿赖耶。啊，所以心能现，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啊，心现的就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十宝庄严，啊，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土，但是阿弥陀佛特殊，特殊在哪里呢？有四土之名，实际上通通是十宝土，啊，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宝庄严土，有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是真的，跟一切诸佛共有个常寂光，啊，常寂光一定要知道，诸佛回归自信，自信的光明就是常寂光，常寂光是一切法的本体，
常寂方真的是万德万能啊！赢的时候是一片光，什么都没有；现的时候，就整个宇宙什么都有，样样不缺啊！所以，诸佛菩萨慈悲从哪来？从常寂光来的，常寂光里面的慈悲是同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一体。啊，其他宗教里面讲爱，神圣的爱，神圣的爱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完全是自然的反应，啊，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是从哪里看出来？我告诉诸位，从婴儿身上看，啊，这个小孩出生一百天之内，纯净纯善，啊，他没有分别，没有这种。啊，还不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任何一个人去逗他，他对你都笑眯眯的。啊，你看他那个爱心，你去体会，那是真的。啊，到他懂事了，有分别，有执着了，他那个爱心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从妄心生的，不从真心生的。真心生的才可爱，那你要知道，佛是从真心生，菩萨是从真心生，阿罗汉也是真心，真中还有妄，化身菩萨真里头没有妄了，这个妄就是指的阿赖耶，阿罗汉没转世成智。啊，全教菩萨没有转世成智，只有明心见性的菩萨转八识成四智，那真的啊，所以我们要学头一个，学心量脱开啊，在这个时代心量脱开可能啊，你常常吃亏上当，为什么？别人欺负你，你也怕不怕？你要是怕，怕怎么办？怕就在高六道轮回，不怕呢？不怕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别人骗我，别人欺负我，别人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逆来顺受，不放在心上。这叫真学佛啊，海贤的成就就是这么修的，他的心上就是阿弥陀佛，这修净土，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你赞叹他啊，他或长阿弥陀佛，谢谢你，没放在心上，心上还是阿弥陀佛啊，你回报他，侮辱他，他也阿弥陀佛，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啊，三密相应
形上表的有语密，有意密。啊，言语里头有深密，有意密。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一体呀！啊，所以呀、一切形色是什么？如来的什么？啊，这个如来是法身。一切的音声是语名，一切的理道理是意名。那是而谓之密者，不识秘密。啊，世间人的秘密不可以告别人的。啊，这个秘是隐藏于，不叫人知道的，不是。啊，因为什么呢？此等之意。是发佛自证，明心见性，你就证得了。啊，无凡人之分，凡人没分，凡人怎么没分呢？因为凡人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障碍了。不是没有分，有分的，有障碍，你见不到，你体会不到，你享受不到，啊，所以称之为密。这个密在佛法叫深密，啊，佛经有解深密经，悟了就明白了。所以故谓之密，又无人与一切平等，虽本来具足，然矣。你看，何然隐秘之，这叫密，密是这个意思。你有迷惑，啊，这个惑就是无明，无明烦恼，然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障碍住了，它不能现前，我们体会不到，我们得不到受用。那我们今天要把惑、把染放下，这个迷就没有了。啊，自然它就不存在了。啊，叫解深密，解深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学佛要走这个路子。啊，走这个路子，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就四个字。看破放下，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一切时一切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啊，海鲜老和尚说得好，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念佛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这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啊，这是帮助你看破，真看破了就应该放下，放下
不是事，是心。事事无碍呀、啊，理事无碍呀、啊。啊，放在心上就错了。心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摩那的执着，阿赖耶收藏啊，好像是档案室，档案室一样，都存档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的夜袭种子啊。佛在经上说，我们凡夫阿赖耶夜袭种子所含藏的有多少？好在啊，夜袭种子没有形象，不是物质。如果是物质现象的话，再小，小到极微色，变法界、虚空界容纳不下。好在它不是色法，啊！现在我们完全了解，色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极高的频率，生灭不断了。佛经上说，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差别太大了，啊，一念现全法界，啊，一念现一个相，这个相是它的自体，随着自体它有依报，依报就是整个虚空法界。啊，所以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主要的是念头。啊，三谛是佛法里头因果教育，所依的总纲领。啊，下面一条即身成佛，即身成佛，佛学大辞典术语真言宗所谈，为此肉身可成佛也。菩提心论曰，为真言法中即身成佛故，是故三摩地于诸教中缺而不殊。又曰，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天台教学词典节录又云，现身成佛，现生成佛，即发菩提心起，不需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等，常时修行
即可成佛，以及以现在身即可成佛之意。大乘佛教认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本性悉为真如，故说其自体并无迷与悟，凡夫与圣者之别，体悟理具体以现实之身显现，称为即身成佛。据《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龙女八岁已现身成佛，闻此之众生，必至不退转位。佛亦为彼等受记别。这一段开始也非常的精彩啊，义理很深，一般人很难体悟到。啊，《菩提心论》里的说，真言法中即身成佛，佛当年在世为一切众生说法，因即施教。那所以对一桩事情有很多种的想法，那他对不同的人讲，甚至还有矛盾的地方，我们看到矛盾，他没有。他为什么没有？他三密相应，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法49年他完全否定，那谁要是说佛说法了要报复啊，他不承认他说法，说了49年，一句话没说，真的，完全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怎么说？我们说法通过意，我要想一想怎么说。啊，那就是你说的。佛呢？佛没有通过意，啊，没有通过八识、五十一心所。他是这样说出来的，啊，完全是自性流露，众生有感，他有应，好比击鼓，你一击去，他马上就声音回来了，啊，鼓有没有说我要响，我要大声，我要小声？没有，完全是自然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也如是，所以。一定要懂得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为什么？自信法而如是。啊，我在学习的年代里头常常想，释迦牟尼佛讲这么多经，谁教他的？他的老师是谁？从哪里学来的？啊，全是自信里面的回应的。众生在叩我，他就自然就想了。啊，你叩钟，钟声用的力气大，声音就响亮。就长久，用的力气小，声音就小，响的时间就短，没有意思。
于是我们就晓得所有经教有没有意思，没有。你要看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佛没有意思，所以有无量意，字字句句有无量意。有一个意思讲完了，没有第二个意思，那死东西。佛经是活的，佛的身体是活的，身与意都是活活泼泼的，啊，决定没有心意识，没有八十五十一心所，决定没有，啊，在佛的身上找不到啊，凡夫身上能找到，佛身上找不到。这都是很能叫人启发啊，所以人在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不定看见色闻声豁然道，啊，你要问怎么会有宇宙无量，是三昧相应，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凡夫不了解，化身菩萨就很清楚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其他宗教也有，伊斯兰教的圣人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能说出一套古兰经，古兰经是他说的，别人记录下来的啊，这本书里面讲的东西非常丰富，这个智慧学问从哪来的，我们知道自信本有啊，在阿拉伯这个国家，在那个年代，面对一切人事物，他说出来的智慧的语言，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把佛教修行的方法传来了，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定是枢纽，非常重要，能生智慧啊，因定开慧眼，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与心定相应，自心相应，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心是定，从来没有动摇过，那慧能大师坚信第四句告诉我们，自信本定，所以定是真心，动是妄心，你看一念不觉是动，二来也是妄心啊，转八十成四指，二来也不动，不动就是真心啊，像水一样不动的时候是真心，有动啊，有一点小风小浪，那叫阿赖耶，那妄心。六道十法界都是妄心有事，六道里的人妄心用错了，
妄心有善恶，用善还是好一点，用恶那就太苦了。啊，天堂地狱不是别人造的，每一人造这个东西，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善心善行，这个业感天堂。恶心恶心，所感就是三途，恶鬼地狱出生。啊，业力感应掉。发身菩萨，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执着当然没有了。那为什么分别执着是从起心动念生的？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无明破落。啊，虽有阿赖耶，不起作用。定力控制它，不起作用。这是什么？四圣法界。啊，控制时间长了，啊，不控制也没有，那就大智道，明心见性，设法界没有了，说明设法界是假的，梦幻泡影。啊，现前呢，现在他面前的就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是心现的，自信现的。啊，没有阿赖，心现没有识变，所以才叫一真法界，叫法性身，法性土。啊，极乐世界特别，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也是法性身，也是法性土。这什么缘故？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你自己没有能力转世成智，阿弥陀佛帮助你。啊，帮助的方法就是莲花化身。你往生是乘着莲花过去的。啊，往生的时候佛手上拿着莲花，莲花开的，你爬到莲花里头，坐在莲蓬上，莲花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七宝池，放在七宝池里培养。啊，在七宝池里花开见佛，通通转了，就转八识成四智了。啊，花开见佛现的那个身是法性身，啊，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这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念佛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而且我们一生呢。能做得到的，修别的法门未必能成就。啊，这个法门，海贤给我做出最佳的榜样。啊，他一生修什么，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句佛号。啊，剃头出家，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活到112岁，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
一生不会做金蝉佛事，早晚课也不会做，他就是一句佛号，住在别人寺庙里头，跟大家做早晚课，别人念经念咒，他念阿弥陀佛。啊，52年，啊，92年，不拐弯了，直的，不受任何干扰啊，他成功，大成功，啊，他念到什么程度？我们估计。就是一般念佛人来说，像郭罗江地贤法师这个徒弟也是一句佛号，不认识字，没有听过一次经，也没有住过寺庙啊，住寺庙大家瞧不起他，他会生烦恼啊，乡下找一个小庙没有人住的，废弃的，别人不要了，找这么个破庙给他住啊，就传他这一句话，一直念下去，郭罗江念了3年，老师告诉他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不分昼夜，你将来一定有好处。他也不问什么好处，将来的事情不放在心上，就把这一句佛号放在心上，真这样念法，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3年，日至时至，站着往生。我相信他是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念到功夫成片就会见佛啊，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等于受记也。你的信心坚定，不会退心。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说：“一佛念佛，现前到来，必定见佛。”啊，一佛是心里想着，心里想佛，心里念佛没有声音，念佛是口出声音。啊，心里真正有佛，这样的人，现前是你在世，你必定见佛；当来是你往生极乐世界。啊，现前这个时候佛一定来通知你，告诉你啊，你像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荣枯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那是一心求往生的，没有第二个念头，感动阿弥陀佛，佛来告诉他，你还有10年寿命啊，希望这10年好好修行，10年之后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盈科法师
中国人所说的佛之心灵，见到佛是有福报啊，豁然开窍了，跟阿弥陀佛要求，我生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啊。佛答应好，咱们约定3天之后来见你啊。为什么留3天的时间给他表法啊，让他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大家相信信心坚定，愿心不退，他就度了很多人啊。年700-8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的这文字都受影响啊，读人很多，真的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他不愿意再活下去，我想往生了，我想死啊，身体死了，灵魂到极乐世界，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啊，那就是表法影响全世界，让全世界人都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念佛真能往生，一点都不假啊。这就是他护持正法普度众生的一种手段啊。他不用讲经说法，用92年不拐弯，一句佛号念到底，用这个来劝一切众生啊。我们普遍劝告大家，世界乱了，活在这个世界很苦啊，真正对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了，尽心尽力要帮一点忙，没有缘不攀缘，一心念佛学老和尚啊，有缘要帮助众生，要帮助佛法啊，没有缘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尘缘再来，这就对了。啊，菩提心非常重要。什么叫菩提心？经论上所说的起心论讲的大乘起心，知心，身心，大悲心。啊，知心是体，身心自受用，大悲心他受用。啊，观经上所讲的至诚心是体，真诚。绝没有丝毫欺骗众生啊，真诚啊，身心自受用，回向发愿心他受用啊。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经题
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就是圣行，这就是自受用。所以我用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好懂，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啊，真心啊，真诚比什么都重要。要用真诚心待人，用真诚心接物啊！我们要到极乐世界，要去成佛啊！不怕别人欺骗我，不要担心这个，一味真诚。别人不真诚对我，他不想成佛，他不想到极乐世界，他还想搞六道轮回，那随他去吧。那我想这一生要成佛去，我决定真诚，决定不去。自受用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个自受用。啊，他受用慈悲。啊，慈帮助人得乐，悲帮助人离苦。啊，这是佛法的宗旨，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用什么手段？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帮助他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没有。开悟了，落就了现前啊！所以离苦得乐是果他的因，就是佛陀一生所表现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讲经就是为这个啊，真正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你看到极乐世界，离究竟苦是脱离六道轮回，这究竟苦往生得究竟乐，真正做到圆圆满满，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一定要落实啊，要真干呐、啊，其他全是小事啊。啊，佛法的修学，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所以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啊，那定又是方法。啊，定的目的是开智慧，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啊，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戒定慧三原则。这个学习的原则传到中国，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通通都重视戒定慧。戒是规矩，一定的是规矩。啊，海贤老和尚出家，师父教给他这个方法就是戒律。啊，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这就是持戒啊，他真做到了，92年没有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每天的功课：烧香、拜佛、念佛、绕佛，这就是他的功课
啊，他的事业更重。庙里头有几亩地，他年轻有体力有勤快，啊，耕种，他非常内行，从小就在田地里长大的，啊，所以他有丰富的耕种的知识。乡下小庙，乡下空地很多，叫荒地，他把它开辟出来种粮食。啊，你看报告里的时候，他一生这个九十年开辟的土地有14块。总面积有100多亩，那种的这粮食非常可观了。啊，他所种的这些粮食，决定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啊，都是他自己深深阿弥陀佛培养的粮食。啊，这粮食肯定好啊！啊，他不卖钱。啊，除了自己庙里头用的之外，通通拿去救人。啊，附近几个县市贫苦人家，年岁大的，农村里年岁大的不能工作了，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这些人很可怜，他都照顾，受他照顾的人成千上万呢。他是个大施主啊，完全靠自己农耕呢，啊，有助于地方上的建设，啊，修真修道场。啊，建立寺院，这个在家居士的居士林，啊，念佛道场，是耶稣，啊，他帮助他建的，出钱出力，啊，这是一个地方上的大善人的，虽然不认识字，什么也不会，受人尊重，啊，给人家讲开示谈话，跟经典没有两样，那什么，开悟了，真开悟了，啊，念佛法门的开悟叫理一心不乱。我听他这个观点，我的观察应该是在3-4年他得到功夫成片，佛就来告诉他了，20岁出家，三四年也就是25岁之前他得到功夫成品，他就有资格往生，啊，佛就会来通知他，啊，但是他没有求往生，有可能是佛教他的注释表法，做好榜样给大家看，啊，跟学佛的同学看，特别是给念佛的同学看，得功夫成片之后，3-5年之间就可能得
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他的定慧等于阿罗汉，就有神通啊，他不表现啊，那么再过个三五年，他就会提升到理一心不乱。应该在什么时候？三十之后，四十之前啊，四十前后就肯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入。这是师父教他的，你明白了，不能随便乱说，不能说，不要指手画脚。师父讲的话，他全做到了。啊，大彻大悟，什么都明了了，还像一个愚痴一样，不说。别人问他，有的时候答一句：“天机不可泄露。”有时候笑笑不答。啊，明显的地方是看他。啊，尤其有那么几次，诸位在光碟里面能看到，在永世界里能看到。啊，闲过几次，啊，这句上述则是子，啊。修理树枝，这个不算神通，这是体力好，长寿健康啊，这是一般人很羡慕的这个后面还有一段天台教学词典里面揭露的现身成佛，现身成佛即发菩提心起，不需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等常识修行即可成，也就是以现在身结果成佛之意啊，大乘佛教认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本性习为真如，故说其自体并无迷雾，凡夫与圣者之别没有差别啊，体悟啊，理据以现实之身显现啊，这是叫我们能够体会，能够悟入啊，离句的体就是自信，以现实之身来显现，这就叫即身之佛。据《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
农女八岁，已现身成佛。那闻此之众生，彼之不退转位也，佛业未必等受起。这个就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通通讲得通。理上讲得通，事上要靠修正。那么修正无比殊胜的就是显宗。敬重这一句佛号，放下万语，念佛堂堂主口头禅就是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正念就是念佛。没有二话可说，念佛堂在昏沉钓鱼的时候，堂主大声念着这句话提醒大家，海贤、海清跟海贤的母亲都是念佛，欲知是知，自在往生，没人作念。母亲86岁。那个时候住在寺庙里头，他吵着要回家去往生。其实家已没有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他做生产队队长，生产队盖了3间茅棚，所以回到老家。就到生产队，茅棚没人住，他就整理一下，就住在茅棚里头。老母亲亲自包饺子，吩咐他，叫他把妹妹，他的女儿。还有侄女都叫过来。吃完饺子之后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那么自在，一句话说完了他就走了。你看走之前还包饺子，还揉面，说走就走了。你们看，你们记载很清楚啊。8年之后，海贤老和尚，因为那个时候葬的时候是用个薄板棺材，觉得很对不起母亲，重新给他安葬，树碑做纪念。把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只有几颗钉钉子的钉棺材的钉子在里头，人到哪里去了？
所以都不是普通的凡夫啊。那么他们的成就都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真正不可思议，不能等闲看之啊！啊，等闲视之就错了，我们自己的机会就失掉了。啊，不管怎么样啊，成佛是大事，其他的都不要放在心上。啊，都应该统统放下。啊，我们今天提倡的一句佛号，一部经，啊，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夏老的汇集本，这本书有争议。十几年来了，啊，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给我们做证明。夏莲老的汇集本真经，字字句句是佛说的，啊，汇集没有改动一个字，找不到漏洞。比其他的汇集本多好啊，汇集本很土，改动的不少，这一部没有改动，编辑的非常好，合情合理合法，真正的善本呢。啊，黄念老脊柱没问题，他不是自己的意思，这个注解不是他写的，是他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个经，注得好啊，汇集本呢，注解是汇集的，我们这个十几二十年来依照这部经典，依照这部注解来学习，这个路没有走错。老和尚给我们要表法，帮助我们升起坚定的信心，啊，永远不会改变的愿心，我们这一生愿生净土，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我们全放下了。这就对了啊！我们要把老和尚92年表法，为谁表的？为我表的。我明白了，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幸运持名决定得生。所以我劝大家把这个观点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每天看3遍，那这个观点老和尚一生表法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的理，
无量寿经的事、修行的方法，他统统为我们表演出来了，为我们证明了。啊，能老实依这个法门修行的人，没有一个不极深成佛。啊，所以他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在此地特别选择这一段，这个经里头这三条术语，也是帮助我们增长信心。这个下面接着的818条，428面，啊，最后的一句，普门是显的，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表的法。这个解释里的说，佛菩萨神通自在，示现种种身，开无量法门，使众生得证圆通。圆通就是成佛，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啊，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慈悲？现在全搞明白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佛菩萨一体，他能不慈悲吗？真的慈悲。这是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学，为什么？心量自然就脱开了。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五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常常提起来，回光返照。啊，是一体，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都是讲自信的心得。外头没有法了，那个本质两个字说得好。幕后说能生万法，这一句要记住啊。如果我们对外头对人事物有意见，马上想到是我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人是我自信生。我们同一个自信是一体，一提就好说话了，问题自然解决了。啊，佛法讲到最后的大圆满，就是回归自信。啊，这是佛教的教学。圆满，回归自信，就是真的法身如来了，法身佛。
报身如来还是化身变现的啊，也在能生万法之中。所以这个四句话展开来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细说，简单略说就是五句。所以慧能大师所悟的跟释迦如来菩提树下所悟的完全相同，是同一个等级啊！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法身佛。啊，海贤也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细心看这篇，你能看出来。啊，天天看。啊，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印象深。眼前这些人事物摆在面前，知道怎样去处理。啊，不会再有问题出现。对人对事对一切万物也圆通了。啊，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